就这两个料子还可以哦，兄弟们。这里地方那么白，为什么这上面那么黑？什么原因？你给我买点那种。但有些地方你有没有想起来啊，佳姐？是吧？有些地方，你听我说，是吧？太阳也晒不到，风也吹不到，包着对你圆圆裹裹的24小时，那为什么那么黑呀、这个我不知道，你去评论区找答案，你知道吗？弟弟是哪里？说不了，说不了，一个字绝。我一到辣椒，我就感觉我哪里都不好了呢，整个人都被带上高速了。水翻沙的木纳，这得了哦！整个木纳已经开窗了嘞，而且的话好像没有看到什么裂哈。哟，这得了哦！哇，咱们从侧面打个灯，直接就爆掉了。这种料子啊，非常的好看。这得了啊，手镯也都让你开出来了，没有看到什么裂辣椒，而且还是飘的一个绿花在上面啊。Nice， 一步到位，68000呗，8万，7万，8万，7万，8万，这样子。No， 小朋友，我那是对了吧？白皮的，你看嘛，7万块钱，我如果有3条手镯，我就赚了。然后的话，还有镯心还能做些牌子挂件，边角还能打一些飘花的珠子，还是挺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妥妥的，如果不赚，我磨粉吞掉它，我吃了它。Oh my god！ 这把漏我接住了，爱你哦。来，这个就是辣椒的一个嫁妆出来了，你看在她的衣服底下衬托出来啊，自然光确实是肉质发黑了啊，而且呢这边已经有一个磨平的一个磨窗啊，能看得到，你看，哇塞，这个料子啊，它本身就是一个脱纱量，肉的量是非常大的，而且呢这边能带一些寒光啊，有一个狼味在上面啊，非常漂亮。整个料子的话已经没有什么薄性了，像今天这种狠货继续来一车啊，我都要啊，你有多少要多少啊。这个你想看它的美的话怎么看，我教你，是吧，弟弟你过来、嗯、然后你放进去、来，你从这里打灯，这样子看，对，哇塞、哇，这个这两个料子还可以哦，兄弟们，我不给你，我帮你们看够了，这两个料子掐掉、弟弟掐到这里啊，你要的话我也不给你啰里吧嗦，来，20万是要的啊，翡翠不看大小啊，这个妥妥的一个正品往上走的啊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大人戴的，两个小孩戴的，有6个，孩子为佛公，观音佛随便出，这样子，这个料子的话多的不说少的不论啊，28000，我跟你要是30万，你给我28000，我能天和地啊，老铁，你不要漫天要价嘛，辣椒，哪里是漫天要价？我知道你人美心善，今天还穿了蕾丝，是不是那么漂亮？我怎么可能说是乱给价？我真的，我能看到这个小万数的，3万，3万，3万，你这个败家，3万，败家娘们，3万，3万，还好那个，还好我爸没娶你，娶你的话真的是，希望我能把他爸的几个矿泉给你败完了，是不是？大家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弟弟最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喝的咖啡，又开始了。陈大哥，这两个料直接露给咱们粉丝了，然后呢，让真的带你去喝咖啡呀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来，露了啊，那就一人先回去啊。行，那我先走，弟弟呀，走，你带我去啊。走，这个箩筐也帮我拿去，这个箩筐拿去啊。人家三爷，给你介绍一个全国可飞的。